没本来酷比酷一啊，你看这个收视率拉高完全靠我个人啊。哦，你怎么会生意为啊？他们来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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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换下一个。喝水，喝酒，喝什么酒？去上厕所大便，哎，不要牵连我们好不好？上岗不一样，上锁。想要拉要去哪里？上拉要去哪里？上要去哪里？哎，你们两位不要浪费我们节目的时间。要去哪里上？洗手间呢？上厕所？厕所？对，坐客满上厕所。好不容易，快点，一二三，起。荡秋千，然后哭爸，这个不是哭爸，翻译成国语台语叫做靠背，对不对？你就很像，你一直在那边。要去哪里靠背呢？坟墓。去坟墓以前要先去哪里跟他靠背？阿北啊！让我欢迎节目主持人费运清、陈美凤、张卫健、张秀清。刚才各位朋友的这时间，准时坐在电视机的面头前，看我们的飞跃星期天，就从咱的节目吼播出到现在，哦，愈侪人咧谈，足侪人咧谈论咱的节目，像 BBS 啦，哈 ，Internet 的拢咧大街小巷，男女老少，拢咧讲咱的节目啦，还有这叫红啊，咧红咖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哈。啊，可是因为哈，上个礼拜我们飞跃一窝蜂来宾有播出一些当地这个事件啦，啊，这些人也在讨论的啦。哎，各位没看到我们这个录影的整个过程了，其实修正了很多的，剪掉了不少了，为的就是怕观众看了会产生反感，那部分通通已经删除了。嗯，还有呢，我们请了专家呢，特别为我们解说，然后呢，在这个电视上也打了字幕，请大家千万不要迷信。其实啦，虽然呢，各方对我们有所指教和批评啊，是，其实基于观众的那个有志的权利，啊，我们同时间呢，啊，还是得到各方的电话。给我们电话，对我们有正面的支持和肯定的，是是是。不过不管怎么样啊，这个电视呢是一个大众的这个公器啊，对，那赋予我们一种教育的责任，所以呢，我们愿意从善如流。哎，说得好，从善如流。所以本周我们这个本周的飞跃一窝蜂啊，请到的是国内很多模仿的高手，让喜欢看模仿的观众朋友，别今天呢看一个过一次看看够。我还以为你说再请一次鸡同上来。我们已经说要从善如流了，是，这是大家意见的对啦，对对对。啊，这样说了就是讲，这个魔术先生哦，好，他可以有一波那个魔术厉害呀，真的。今天那个 Mr. X 啊，他会把他的晕身解数啊，几年的压箱宝全都搬出来，这个嘉宾啊不得了啊，晕身解数，大家睡着了，浑身解数，浑身解数啊 ，X 嘉宾有精彩的表演，还有神秘嘉宾，哎呀，这个嘉宾我怕我不能控制，哎呀，我偶像你是美杨彩玲，啊，今天让这些飞跃万人迷呢，请到是刚退伍的林志颖，林志颖，哎，走啊，但是呢，最重要就开戏的时阵哦，要来生这游戏叫做冻梅条啊，就是酷比酷不掉，酷到冻梅条，很多特别来宾参加，那我们现在请出场，来，特别来宾，好，欢迎彭昱、董佳瑜、吴京、黄诗婷、张惠妹、孙贤志、陈伟霆。下来，不要张开嘴巴。哎呦，那是张秀清啊！哎，我在旁边十天半，我以为张小燕来主持。
怎么造型这么像、啊？你怎么这样说？对啊，小燕姐，30年前啊，哎也不对，50年前这个样子啊，50年前啊，讲错了。哎呦，哎，今天哎，今天欢迎所有的朋友来，现在就要请各位呢来跟我们一块玩那个非常东北调味酷比酷，哎。比酷，哎呦，哈酷！那么还有除我们特别来宾之外，我们够另外一个特别来宾，啊，伊今仔有真侪人吼来支持伊，哎，来给加油，还有啦啦队都来了，哦，什么人在舞台？啊，所以咱来欢迎孔锵，哎，孔哥来啊！你今天真的是好妩媚哎！妈呀，过把这么妩媚的地方呢？他才忍不起。先慢动，先慢动，没有了。我们慢回，慢回。拍戏啊！啊，拍戏啊！第一次当女主角了，女主角了啊！演个40年代最美的少女。哎呦，吓死了！吓死了！做几个动作让我们看看，女人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动作？什么叫女人？啊，气呀！我看我比你更妖娇。不过呢，其实，在演戏的话，演戏不要只讲一记的灵活，啊，个记的肢体语言真好，所以各位来酷比酷绝对透懂的。哈，好，你没办法来酷比酷一样啊！你看这个收视率拉高，完全靠我个人啊。哦，你怎么会这么威啊？他们来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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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站。一个看你戴假睫毛，哈，啊，咱看你戴嘞，安怎来表现，哈，啊，好，咱幼稚的人真紧就幼稚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今麦来开始咱的第一 round 的题目，哎，来，救救各位！哎呦，好，第一个猜的就是黄思婷，对哦，来，每一位把这个题目翻出来，大家看一下，我看完以后再把它改回去，认识他，啊，麻烦再翻回去哈。思婷，请上。他这个多方便啊！好嘞，快一点，我们快要。老师，计时开始，来，孔锵第一题。3个字。哇，人物。好好这个题目好吗？来，好来。题目太适合你表演了。好，我们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也都看到了。好，吴奇，请上，准备吗？好，我们计时开始，来，音乐。
是什么东西？啊，我们，你看，我们两个是男的嘛？OK， 两个男的加同性恋啊，对，同性恋坐跷跷板，肚子痛，我要去哪里？去药房买卫生棉，上厕所，去药房，去上厕所大便。哎，不要牵连我们好不好？上男不一样，上锁。想要拉要去哪里？上拉要去哪里上？要去哪里？你们两位不要浪费我们节目时间了。要去哪里上？洗手间啊，上厕所，厕所。对啊，坐跷板上厕所。好不容易，天哪！做瑜伽，跳肚皮舞。哇！现在阿纪啊，我有问题，来，孔锵来，孔锵过来，干什么？麻烦把袜子脱起来。为什么？脱起来。里面还有塑胶袋。孔锵现在多塞奶，多塞奶，多妩媚啊！人家怕，人家怕冷也不行。那在吴奇呢这一题当中，你好像第二个没有猜出来嘛？我们请孔锵来表演这道题目好不好？麻烦一下，你自己看一下那个题目。这个，吴奇不能看。这个孔锵最会表演，来，麻烦，这些都让开，让一下。我们老师来一点音乐，孔锵来。神经病哎！你看没有，孔锵。来，接下来我们换下一题，我们请彭丽来，我们来猜。谜题，小谜题，来给我们镜头看一下。好，大家都知道要表演的人物、交通工具，还有这个地点。我们音乐计时开始，就给你一个，三个字，几个字，三个字。好，来自己。好。眼镜，眼镜猴，差不多了。你再比一下啊！第二个走路是这样子的。哎呦，第二个，哎，你好像生痔疮一样啊！第三个就是拐，第三个就是拐，是个神仙啊，对，神仙啊，我知道，与铁拐。哦，对，哎呦，太阳，他可以下去了，三个铁拐。李铁拐穿溜冰鞋，好，可以下来，可以下来。怎么场？哎呦，这个我帮你比了。哦，马场，骑马场。李铁拐穿溜冰鞋到骑马场。不对，
怎么没牙？什么拔？第一个字我帮你比了，第一个字有没有？第一个字，好。哦，赛马场。然后呢，鞋子那个是什么？海钓。哎，放屁！就是这个秀给麻烦。有一个是这个啦，哦，帅风耳啊，那个什么眼，我就是忘了那个是什么。什么眼？斗鸡眼。麻烦你帅风耳。哦，麻烦你来联络。麻烦等他，等他猜对你才。太想到了吧？千里眼，千里眼，没有，千里眼。来宾来，麻烦看一下题目。哇，好难哦！仔细看好了啊！好，老师，音乐开始，谢谢。人物。请看答案，出示题目。哎呦！阿纪啊！这是你自己安排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我们马上进行。耶！耶！几个字？两个字。当兵，当兵。哇！好厉害！好，接下来，十五分。好，小哥比一下。来老师，音乐。过来。石门水。来，老师，各位来，老师，音乐。最快的速度，猜的最多的，猜的最多，很快就把它猜对了。北山庆光。
下回光临，哎，回再过来啦，哈、欸，哎，谢谢，好，稍待会继续，很非。